喊开始再来啊！喊开始再出来。好了。快快把地上那个超人拿开！别等会儿。或者李狗，你把你的屁股稍微缩起来一点点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脸，你看脸。今天是爷爷的生日，我们兄弟俩准备给爷爷，准备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节目的名字叫《大家我放屁了》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两个人意外。